啊。渊明，你的经纪人佳佳上线了，西安的话题竞拍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神秘嘉宾多莱咪即将上线，大家可以猜一猜他会是谁呢？马上我会把关于他的三个关键词发在我们的群当中，大家可以猜测一下，并且进行商量，是否邀请他加入到你们的创作当中。神秘嘉宾，又有神秘嘉宾了。听三个关键词 ：fuck， 发卡，发卡，不是卡，那是西安人。广场舞，啊、我一听到广场舞，我能想特别觉得这人特别热闹。不会是凤凰传奇老师吧？可是发卡，你告诉我是谁嘛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就争取了呀。就看到有人在抢的时候，你就又想要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因为本地人，他肯定说方言、唱方言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突然间又觉得，如果要是有他也很好。那他问我们争不争取，我们是争，对不对？咱们就打马虎眼。咱们不是，我觉得什么人吧，就是尤其是这人，你是争来的吧，就感觉他跟你就不应该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是自然而然，他就是怎么的，他就是怎么的。